发言会现在继续开会，先宣读本院各党团共同声明，请议事人员宣读。立法院朝野党团共同声明：立法院各党团于108年6月17日召开第9届第7会及第一次临时会之际，针对香港人民集会游行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（以下简称逃犯条例），经协商共同声明如下：一、香港政府以武力处理群众运动的方式，本院全体同仁提出谴责与抗议。香港人民发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活动，表达人民声音。本院各党团不认同香港政府以武力方式对待群众运动，呼吁香港政府应谦卑面对群众诉求，将冲突降至最低。二、我们声援香港人民民主自由的诉求，呼吁香港政府应撤回逃犯条例草案，基于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基本价值，合作打击犯罪，不能以侵害人权的法案为前提。香港人民有权追求自己的民主与自由，我们永远支持这种普世价值，反对侵害人权自由。三、建议政府应对香港人民以行动支持并提供关怀及援助。香港人民行动演变为流血冲突，为支持香港的民主法治体制与自由民主。建议政府应依《香港澳门关系条例》第18条及相关规定，对于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的香港居民，得提供必要的援助并给予关怀。宣读完毕。发言会针对各党团共同同意这个声明，请问院会，我们就予以通过。我们就予以通过。现在。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至17日至18日，到讨论事项第二案审议完毕，请问院会有意？有意。两天时间呢，要完成，只有完成一个案子呢，有没有意？那有意，我们就进行表决。现在。现在按您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。好，那么请问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？好，那黄昭顺委员的请赶快送过去，有没有？好，没有问题啊。那么我们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的提议进行表决。针对民进党党团的提议，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1分钟。何委员、新存、蔡委员、适应、张廖委员、万坚、陈委员、庭辉声明，对今天下午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。
表决结果，出席85人，赞成62人，反对23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多数。做以下宣告：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，17日至18日会议延长开会时间至讨论事项第二案审议完毕。发言会现在请各党团干部至议场3楼继续协商。陈委员议政声明，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现在休息，请各党团干部至议场3楼协商。